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湘妹洋子，今天带爸爸妈妈，我们一起去黄龙洞看看哦。我们上次去了九天洞，黄龙洞跟九天洞还是有点区别的。经过了六七千年。啊，等到火车上下的时候，咚。你还没答应他吗？有事说不知道。长官飞得好。看我们这里的风景，好看不好看？漂亮不漂亮？好看，好看。我们刚买了门票，现在准备进去了。这里的门票要比九天洞的要贵。九天洞我们那时候买好像只有50几块钱，本地人。外地人也是100多，这个地方外地人也是100多，本地人要70将近80块钱一张。为什么它比九天洞要贵？因为这个里面我们等会儿进去了之后，它要坐船的，还有一个每个人14块钱的一个保险费。超过50米之后是通道，是通道，也容纳人。你现在多少点？站不到。点啊！万水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还没联系到，怎么办？嘿嘿，这是。要吉他琴。这是龙王的舞厅，龙舞厅。我们现在已经坐船了，这条河应该是一条暗河，本来是有2000多米的，我们坐船只能看到800米。这个洞里面供暖下的，夏天来的时候洞里面很凉快。干嘛？对啊，
食物还在吸水，吸水一样，还在生长。还有，这是龙王爷的农田，凸起的地方就是水流的方向。龙王爷在这里种田，农耕。这个叫石琴山，是两根石笋因为长期的地下水溶侵蚀形成奇妙的空洞，而且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敲击出不同的音符。我跟我男孩弄机关里面的，机关是不响。哎，要长，你看机关是长。水的啊，就是那个什么沙子一样的。那么一个时间哟，泥巴，不是泥巴时间，过因为过了三天。看见那边，看见在下面。这个里面的景色，我个人认为是黄龙洞里面最好看的一片景啊。我就记得刚刚穿的。整个一眼看上去很多石柱，黄龙洞跟九天洞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黄龙洞里面的石柱不是特别多，除了这一片的石柱比较多以外，其他地方很少看到这么多的石柱。但是在九天洞，你从大门一进去就可以看到特别多的石柱。王师傅觉得九天洞更好看一些，而且九天洞的门票比这也便宜。嗯，这里能看一下石柱多些，这也行。这里就是有一个河，可以坐船。啊，上面那个是龙王的宝座，据说里面可以容纳15个成年人。游客还是挺多的，你看看这么多游客。今天还是星期一，如果是放假的话，人会更多。你像5、11，我们本地人是不会来这儿的，人太多了。一点都点点不好。嗯，对。那么走，看到脚下踢踢脚，我笨呐。花钱哈。我眼神疼。这边下来之后再。哇，很远，老鹰和海螺是一个传说的故事。好好听听哦。好，你把手正好举着。下把地点，在地点呢，好，你开开了，来下个一圈。包走，走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你走哪？过来，靠这里，哎，下把地点，不要动。然后你看到这个下巴低一点点，头低一点，低一点头，哎，看到这里，好，可以要单拍，留下单拍一张啊。杨美，要单拍吗？我不要，你两个人不要单拍。要不要单拍？啊，这亏了，亏了。后面还有没有拍的吗？老妈刚才拍照坐到那个脚垫上。我找不着你。这能看吗？不能看，装了公交。嗯，那你看你那看。啊，还等会下边儿。这根。哪儿啊？哪儿是？这根就是定海神针，定海神针买的有1亿的保险，1亿。你这是吹准吗？啊。好。高19.2米，是黄龙洞内最高的石笋，也是黄龙洞的标志性景点。这个东西比较奇特的一点就是，因为它是长在斜坡上的，不是平地上，然后又长得这么高，两端粗中间细，挺难得的，很少见到这样的一个石笋。我的天啊！这金丝儿低级的，
碳酸钙一点点一点点，日积月累滴成这么个样子。这个地方可以有回声的，是回音壁。零九，别这么多思考了。咱们好兴奋啊，这里有回音。黄龙洞的就是楼梯比较多，九天洞没这么多楼梯。一直下到底了，是一个盘旋石梯。这个石壁上还有路。哎呦，好长的石梯啊，这么长的石梯，没几个钟乳石。哦，那不对啊，这就快了啊。到出口了，终于出去了，在里面转了两个小时左右了，在里面拍了一张照片，刚取出来，看看拍的怎么样。这个大的是八寸的，20块钱，小的不要钱，小的免费。好的，已经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在里面转了两个多小时。这里有好多人在取照片。